这是由富州社区乐龄学习中心所带来的表演，热闹的场面让同新居的老人家们都相当开心，借此也让乐龄中心的长辈们做自主服务学习。当日议员蔡宜珠也特别前来关心在场所有的老人家们。竹山乐龄学习中心特别到同新居来关心这些老人，也特别准备了很多的表演来这边打鼓啊，还有送花，还有做气球的帽子啊，让这些老人都能够很开心啊，也祝福我们竹山镇所有的这些老人都能够每天度过欢乐的每一天。富州社区的长辈们此次能够透过表演与送花的方式与同新居的老人家们交流，都感到相当高兴。表演给老伙仔人看呢啦，啊，你表演了吼，心情嘛感觉足轻松的啦，啊，老伙仔嘛可以看是足欢喜啊呢，啊，若欢喜，咱就欢喜啊啦。今年80岁啊啦，啊是讲吼，都活动啊，等吼，就是讲要来养护中心嘛呢吼，表演啊呢，啊，阮老师都带阮来安尼啦，啊，大家高兴吼，来甲只老伙仔交流一下安尼尔。富州社区的乐龄学习中心此次领着社区内的老人及小朋友们来到同心居，除带来表演要逗中心内的长辈们开心，也准备了造型气球、花朵等小礼物要送给他们。带着社区的小朋友或者是我们的长辈、我们的妈妈一起过来来访问以及服务，我们叫做自主服务学习，来这个安阳中心或者是一些偏远的地区来做这样子的自主服务学习，来跟我们这些长辈同乐，那希望呢能够呢带动这些长辈心情上有一个快乐一下，这样可能我们平常有的时候没有带活动的时候，阿公阿嬷就会看电视啊，所以其实我们很欢迎有这一些社福团体，然后还有小朋友们都可以常常来这边机构跟我们所有的住民一起同欢。竹山镇乐龄学习中心透过自主服务学习的方式，让晚年生活更加有意义，不仅能够活络自己的身心，也可以关心周遭的人们。议长和顺风是相当肯定，也盼县内整体乐龄区块能办理得越来越好。民意新闻中心竹山采访报道。